Hello everyone, in this video, I will show you how to write cup in Chinese. 大家好，在这个录像当中，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中文写杯子，以及杯子的用法。我们看一下杯子的笔顺写法，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横、撇、竖、点、杯子的杯。接下来写子，横、撇、竖、勾、横、杯子。那我们看一下杯子的杯，杯子的左边是一个木字旁 Radical of wood，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杯子是用木头做的。杯子的右边是一个布，薄雾布，在英文里面是 no 的意思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以杯子为关键词，造一个句子来给大家练习一下杯子的用法。宝宝学会用杯子喝水了。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写法。宝我们把拼音包上去，宝宝宝宝，第二个字也是宝，跟第一个字是一样的写法，宝盖头下面一个玉，玉石的玉，宝宝，注意第二个宝的拼音是一个轻音，是没有声调的。学，学字头下面一个子，儿子的子。西约学会，撇捺横横横折点会后位会第四声用。撇、横、折、勾、横、横、竖，拼音是 i on 用。杯子我们用蓝色写出来，木字旁，右面是一个布。对不起的不，子，杯子 ，ba 杯子，子也是轻音。喝水，接下来我们写喝水，口字旁，右面呢上面是一个日，下面是撇横折勾。一个人，然后是竖折。喝喝，第一声水，竖勾，横撇，撇捺，水，拼音是诗尾水了。句号了了清音。好了，在这边我们把所对应的英语标注上去，
The baby. Lend to drink water from the cup.宝宝学会用杯子喝水了。宝宝学会用杯子喝水了。那这边我们把杯子圈出来，是 cup 的意思。接下来呢，我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在中文里面有很多轻音，这边用灰色圈出来的是宝、子、了，都是读作轻音，没有声调。大家平时在学习当中要注意一下。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